老师，我对这个开肩还是不太明白，在哪个犬种中哪个动作对于开肩这个开肩嘛这个体会最明显的，您给我们说一下吧。这个其实内家犬嘛，刚才讲了，所有的内家犬行为八卦太极都比较讲究这个。这个八卦掌呢，你看他们就是八卦，其实就练单换掌和双换掌，所以说他就开合在单换掌哈就特别重要。你看他练的时候就是一收，哎，他平时的时候哈是不是一合一收切翻？感觉膀子就跟没有一样。哎，对，必须得松沉下来。所以说呢，他在应用的时候，对方这一打手，这一接往里一上，直接，或者是直接就上，你看，直接一上就拧，直接一上就，因为肩膀活开了，就感觉像没有一样，你转的劲儿更大了。对，它有点类似于这个行为拳的那个梳头这个动作，你看，一收，是吧？一收，是不是这个动作？走，类似于梳头。是。所以说，对方不管对方这个，哎，一打你看，这就上来了。对，哎，一打就这就上来了。你要正的这个肘也上来，然后一翻转，一开一翻转，哎，打个横劲儿。直的。打横劲儿。是吧？直着我能顶住。哎，直着我这样就顶不了。你看八卦掌并不是简单的是转圈围着转，而是上去了以后，你看拧果也是，也是哎贴身拧靠。打也可以，靠拳这个意思一样。你看，都是身形，靠着身形，靠着柔化进去，然后展舒展，二字一命亡，就讲的就是这个。加微信，唐恒国的拼音，获取9元体验课。对你的心意六合那个单把双把话体会挺深，我感觉他们这个刚这样出也是出不去的，也是身体横转。哎，也是这个劲儿，就对方也是这个劲儿。哎，这边就是这个劲儿，你看一收，你看一收直接放。哦，横劲儿。哎，你看一收把你劲儿化开了，对吧？这个一收是这个劲儿多大？对。所以身体这个劲儿一收，哗一收。所以很多人练错了就都成了直劲儿，你直着啊，人家打。哎，肯定不对，这肯定不对。必须是横。肯定有这个开合劲儿。啊。这个也就是舒展劲儿。